卢素香里长觉得很棒。2019年1月18日分享于 Facebook。新泰国小四年级爱地球扫街减速活动17日在新东里社区街道打扫捡拾烟蒂、纸屑等垃圾，同时回收弃置的宝特瓶。里长卢素香陪同清扫环境，和同学一起爱地球。卢素香里长觉得很棒。2019年，新泰国小四年级爱地球扫街减速活动17日在新东里社区街道打扫捡拾烟蒂、纸屑等垃圾，同时回收弃置的宝特瓶。里长卢素香陪同清扫环境，和同学一起爱地球。